屏幕前的各位小姑娘小小，欢迎回到玩魔会。今天呢，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变形金刚第四方 BS 出品的02号破天翼，也就是缩小精图改模版本的 UT 威震天。那这款玩具呢，我手上的是一个样本件，我自己呢给一些细节比较多的地方进行了黑色的渗线，能与大货的版本呢有所不同。一些问题呢我也会反馈给厂家，希望大货呢有做出一些优化和调整。外包装简单来过一下，盒子是非常大的，封面呢就是一个绘画形态的威震天造型，那看盒子也就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并且呢附带了一本说明书。首先呢是在大小方面，这款玩具的一个大小呢是30厘米，拿出 UT 加原版的骑士柱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同样呢再请出 UT 原版的骑士威震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对比。两个大小方面呢 ,UT 原版的威震天呢是32厘米而这款呢是30厘米。在对比之前呢非常要感谢一下我的好友啊葡萄哥把自己手上的这款威震天借给我。发色方面呢整体 UT 原版呢是采用了这种金属偏绿一点点的颜色。而这款的主色调呢是枪铁色。先从配件方面看起，安装的这些方式呢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配件的细节呢还是有所不同。先看一看这个月牙铲的部分， BS 整体呢是采用了成型色的枪铁色的涂装，并且我上面做了一些渗线，也非常好区分的。 UT 这个原版呢外侧呢是有一些金色的一个涂装，如果细看之下呢，我觉得 BS 这个版本呢在这个细节的刻线方面来说呢可能会更深一点。我也是对比了3A 的那款雕像的武器，发现3A 的这个雕像的样子呢更接近于 BS 的这个颜色啊。盾牌的大小呢是比较接近的，如果算下来的话 BS 的版本呢还要比 UT 的原版呢大上一圈。细节方面来说呢，我觉得半斤对八两吧，我也是放一张图啊看一下。那底部的一个连接呢也并不太一样， UT 原版呢就是一个直刷的六棱形的桩子，而这一次 BS 版本呢它根部呢是采用了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呢这个盾牌呢也是有一些角度的活动性，但带来的不足就是这款的关节呢如果插得非常紧的话拔下来是比较难拔的。武器的安装呢我就边拆边跟大家聊，整个的武器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首先呢整体的发色呢区别性就是枪铁色和金属绿色的一个区别，然后呢安插的紧实度来说呢都还不错。那整体的细节来说呢，我觉得 UT 原版的这个细节呢炮这个立体上面来说呢要更加立体一些。然后呢分色方面呢 BS 呢这个金色呢比 UT 这个要更金一些，尤其是这个顶端呢也有金色涂装，而 UT 这个原版没有。侧面的这些金色点缀呢 BS 也是做出来的， UT 原版没有。那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这个灯光位置啊，可以看到啊 UT 原版呢是这个小黑钮，并且呢它是三段的一个灯光，长亮、闪烁还有这个间接性亮，而 BS 这个版本呢就省略了很多，按动一下只有一个红色的灯光，并且呢没有任何呼吸灯的模式。啊 BS 的这个链子呢还能稍微长那么一些啊。首先呢我先把 BS 这个头雕呢取下来给大家说一下。那 BS 的这个头雕呢是采用了一个球碗关节，而 UT 原版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铆钉的关节，所以呢抬头低头这个地方呢不会出现松散的现象。我手上这个样品件呢感觉这个球形关节呢略微有点发松。头雕的细节方面呢我们这样来看吧啊，给大家做一个更直观的展示。那这个头雕呢改动性真的是非常大， BS 这个版本呢从 UT 的嘴板脸变成了露嘴的版本，这个凶恶度呢也会更高一点，并且眼球的部分细看之下呢它是有瞳孔的细节，关闭后面的开关呢整个的眼睛呢就会显得比较空洞。那整个的细节层次感呢各位看一看更喜欢哪款吧。我个人是觉得 BS 这个细节呢会更多一些，尤其呢是我个人进行了一些渗线方面，这个细节的层次感呢会更强一些。然后再者呢这款玩具呢和 UT 原版有一些不同啊，我先说一下这款玩具的不同，再给大家来做这个口罩脸的版本啊。那由于这个 BS 呢增加了这个灯光的设计，所以呢整个的天灵盖呢是进行了这种磁铁的吸附啊。第二个区别呢就是在于这儿啊，这两侧呢有个这种獠牙的造型件，这个造型件呢一开始你拿到手呢它并不是在这个位置，需要你个人进行一些手动的替换，需要把这两颗螺丝呢取下来，外侧的獠牙给它打开，这一侧也是一样啊。可以看到这两侧的这个位置，它一开始的安装方式呢是反向
安在这个部分的，所以呢你可能一开始找不到这两颗獠牙。这个如果说你想摆这个嘴脸的话，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这个地方一开始呢是反向进行一个安装的啊，然后我直接把口罩版的头雕给它安装上去，这个螺丝呢先不给大家拧下来了，一会儿呢做变形直接来进行一个展示。同样的眼灯摁动瞳孔的细节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下 UT 版本。UT 版本呢是需要把这个地方抬起来，把底部这个部分进行一个旋转，然后再按压下去，头雕这个地方往里并，是这样一个安装的样子。同样跟各位做一下对比，就头雕这种换头的一个可玩性和整体这种好玩的方式呢，我觉得 UT 原版还是真的很厉害。首先呢先从胸甲这个部分来看啊，这个 UT 的版本和 BS 的版本可以看到 BS 增加了很多这种外甲的层次细节，包括这些细节方面啊 BS 都增加了很多，那横向对比 UT 的话，这个细节方面呢真的是 BS 会更多一些。包括呢这一侧的肩甲方面，两者的肩甲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成型色呢也是有区分。那 UT 这个版本外甲有些金色的涂装， BS 没有啊，但是反倒 BS 的这些细节呢可能会更多一些。手臂的部分抬起来可以看到分色方面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区分，大臂的位置呢是金色的涂装，而 BS 版本呢是这个金属红色涂装。小臂的部分虽然外甲的细节是一样的，但是内部的细节呢差别性还是很大的。那 BS 这个版本呢在细节方面来说呢会更多一些，更多的一些刻线。手腕的部分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横向的展示，那这两侧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BS 的版本呢细节也会增加很多。手指的部分呢 UT 的紧实度呢会很高，并且呢 UT 手指呢是采用了这种软胶，但是呢整个的手指呢是拇指可动、食指可动、三指联动，而 BS 这个版本呢手指上面的细节也是刻画出来了，并且呢每段手指呢是三指的可动，做成了全可动手指。齿轮关节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首先是 UT 的这个版本整个的紧实度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紧实的一个手感。那 BS 这个版本呢声音呢是比较清脆的，感觉紧实度呢没有 UT 来的那么紧。这个位置呢也是齿轮关节，BS 的版本也是齿轮关节，声音呢依旧是如此清脆。那整个的阻尼感来说呢 UT 的版本呢会更加舒服一些。这一侧的胸部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这一侧的胸甲来说呢 UT 原版的细节呢也是非常少的一个刻画，而 BS 呢在胸甲的部分呢也是增加了很多竖条纹的细节，相比于 UT 呢细节方面呢更强。包括肩甲的部分，那 BS 的这个细节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横向的展示，整个的细节来说呢增加了很多。 UT 肩甲的这个弹簧这样的一个部分， BS 呢也同样是一个弹簧，那弹簧的一个力度呢两者差不多啊。脖子这个细节来说呢两者的区分呢也非常大， UT 内部的一个涂装呢是金色的这个涂装，而 BS 版本呢是金属红色的涂装。那整个的前胸的位置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UT 的版本呢细节来说呢就少了很多，而 BS 这个版本呢在细节的层次感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细看之下整个的细节呢都有所不同。那 UT 原版腰间呢是有金色涂装还有金色点缀，而 BS 版本呢只有红色的一个涂装，那细节方面来说呢也是 BS 版本呢会更强一些。那腰部的缝隙来说呢都会有，但是 BS 版本的这个缝隙呢会更少一些。那整个的这个裙甲呢 UT 的版本呢有这么一个弹簧关节，而 BS 这个版本呢有弹簧关节，但是弹簧的这个力度呢个人感觉没有 UT 的那么大。那细节层次来说呢前裙甲同样都是采用了软胶件，而这个 BS 版本呢这个金属色呢会更足一些，外轮廓呢有金色的一个涂装，而 UT 的版本呢软胶件呢会摸起来比较硬的一个感觉，并且上面水波纹是比较明显。腿部的紧实度啊，前踢腿部达到这个位置晃动一下啊，稍微有点松，后踢呢裙甲达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呢稍微侧一点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侧平举腿部摇晃一下啊，是这样的。 OK， BS 版本齿轮关节同样啊，前踢晃动一下松紧度还可以，后踢稍微调整一下啊，
活动一下，齿轮度还可以，侧踢稍微有点松啊。那两者呢都是齿轮关节，我们来听听声啊。这是 BS 版本啊，比较清脆。UT 版本呢，晃动晃动就没有什么声音了，就声音比较哑，我也说不上来。那观感舒服一点的是 BS 的这个齿轮位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腿部的细节啊，专注一侧的腿部来进行一个展示吧。可以明显看到其实这两条腿呢是一样长的，也就是说 BS 缩短的应该是上半身，这样上半身呢会显得更短一些。大腿的细节来说觉得差不多，那因为 BS 的这些刻线呢能稍微多那么一点吧，反正整体来说呢都还差不多。然后小腿的细节来说呢， BS 的分色呢会比较明显，它外侧呢有些金属银色的一个涂装，那这外侧呢还有些分色，而 UT 呢就是成型色。但是细节方面来说呢，两者的刻线呢我觉得差不多。 UT 呢在腿部内侧有金属色的一个金色点缀，而 BS 呢是金属红色的一个点缀。那区别最大的应该是脚掌了，这个位置 BS 采用了合金件，脚掌部分也是采用合金件，而 UT 呢是采用了塑胶原色。当然呢 UT 选用的合金件位置呢 BS 并没有选用。首先呢 UT 在腰部这个位置呢是采用了合金件，而 BS 呢并没有采用啊，是采用了这种比较高强度的尼龙件。然后 UT 呢在这个位置是合金件，而 BS 呢这个位置也是合金件，但是整体的成型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都是合金件，但是颜色呢是区别挺大的。再者呢就是裆部的这个连接地方， BS 呢是塑胶原色，而 UT 呢这个版本是合金件。然后肩部的这个位置两个连接杆， BS 呢是塑胶原色啊，而 UT 呢是合金件。 BS 这个版本呢整体呢这个位置合金件，而且呢脚掌这个部分也同样呢是这种齿轮位点。接地性来说呢还好，相比于 UT 原版呢都是一样的接地性，但是合金件的一个配重呢使得整个玩具的站立性会更好。其实呢这两款呢在腿部的细节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分，是 UT 这个版本这个地方的合金件呢它是亮的金属，而 BS 这个版本呢是采用了跟一体性比较接近的这种合金件，所以呢在区分方面来说呢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再者呢分色方面呢我觉得差不多啊，然后呢 UT 的这个金色呢会更暗淡一些，然后 BS 这个版本的金色呢会更亮一些。后背的部分呢细节可以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这个区分性真的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肩部的位置呢， BS 版本是采用金属色，而 UT 这个版本呢是采用了塑胶原色。那这个管路的细节刻画呢， UT 的原版呢是增加了一些金属色的一个点缀，而 BS 并没有，但是 BS 呢在整个后背的细节呢是增加了非常多，包括呢两处的喷射口，而且呢细节的堆层呢有很多，而 UT 的版本呢并没有。在这个位置呢同样都是有金色的一个涂装，但是分色呢大不相同啊。 BS 版本呢是采用了在这个部分呢并没有涂上金属色，而 UT 呢是采用了金色的一个涂装。那脊梁骨的这个位置呢 UT 原版是采用了金色的一个涂装，而 BS 并没有。在腰部的这个位置呢， BS 是选用了金属红色来做一个收腰的感觉，而 UT 版本呢是这种金属色打底，然后两侧呢各有一些金色的一个涂装。那 UT 的眼部没有灯啊，然后 BS 的眼部有灯啊，整个的大小方面呢也是给各位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我相信呢各位也是通过直观的一个对比呢来进行了一个人形方面的参考。一会儿呢先来展示一下这款 BS 的一个变形，回头呢再给大家做一个飞机形态两者的一个区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针对于这款玩具来进行一个变形。其实整体的变形呢我觉得跟 UT 原版呢是差不多的。那整个玩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在变形里啊我也会跟大家说。首先呢是两侧的肩甲卡扣打开，我觉得这个卡扣的一个精准度呢相比较于 UT 原版呢还是稍微松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什么问题也不影响，就是个人感觉玩完 UT 的再玩这个呢这个稍微松了一下。这两侧的肩甲打开，顶端的这个位置打开，后脖梗的这个部分呢有个滑槽往后提，然后这个脑袋往后折。那这个脑袋呢我个人是觉得稍微是松了不少，如果说大货也是这样的话
这个大家拿到手呢自行加固一下，这两侧呢可以往下压，然后这个地方先做好准备，这个地方打开，然后腰部这个卡扣呢非常非常的紧啊，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需要使点劲儿啊给它提起来，这些呢没有什么可讲的，这个位置呢给它翻下来一侧啊，然后胸甲两侧的一个结合这个位置打开，然后呢胸甲这个部分沿着边缘给它打开，这地方的关节呢我个人觉得比较紧，然后就是一段两段的这个机头收纳，这个 UT 原版呢是合金件啊， BS 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塑胶澄清色。 OK，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转轴，我们再转过来，那它根部呢 UT 原版呢也是一个合金件，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尼龙件，那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些水孔，拖着根部来进行一个变形会比较稳当一些。卡扣呢在这个地方，这有个凸点，这有个凹洞，这个地方溃下来，这个地方通过凸点和凹洞来进行一个锁定结合，卡扣呢捏紧，整个的紧实度呢控制的算是比较好。然后呢再从这个角度来说，机舱盖这里面的细节呢简单给各位看一下，整个驾驶舱呢压下来。再者呢就是这个连接杆子的这个部分， UT 原版呢是合金件啊，那这个版本呢是采用了这种尼龙件，它是通过一个滑杆给它滑到顶端部分，然后呢再顺着这里面的凹洞与肩甲内侧的卡扣，它是比较稳的，然后通过球形关节把这个造型这样扣住，然后这一侧呢同样先通过这个滑杆往上提动，这个地方各有一个凹洞啊，凹洞与凸点也是进行一个结合，稍微使点力，整体的手感来说呢是放心把玩的，没有什么问题。那上半身呢就是机头变成这样，然后裙甲这个部分我们把它翻开几段的卡扣，一个金色的，然后一个这个外侧的，如果裙甲细节呢也是增加了很多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漂亮。好，裙甲呢先放在这儿，然后我个人习惯呢就是先把这个腿部呢变一个形状出来，然后呢再来进行这个上半身的一个锁定。首先呢腿部这个平打开，这位置平打开，然后翻到屁股这个位置哈，对，是屁股这个位置，屁股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卡扣，在这个位置啊稍微有点看不清，这个地方有个凸点，把它呢翻到这儿，这两侧的裙甲呢稍微避让出来，通过这个滑道，好，把这两侧的裙甲呢锁定一下，那这个地方压下去，把两侧的裙甲呢做一个锁定。那由于两侧呢是一个软胶件啊，所以这个也不需要担心什么。然后翻到正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也是倒让开一定的位置点了，我们就可以把刚才侧裙甲通过球形关节这个地方的凹洞凸点来进行一个锁定，这个地方压住啊，并且呢上面的卡扣呢这个位置对准的准确度呢都非常好。这一侧呢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变形，整个飞机的上半部分就完成。下半部分呢其实如果细讲起来呢它并不难啊，它整个的变形呢是非常有逻辑的，就是把整条腿呢来进行一个拆分。那我以这条腿呢做一个示范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整个的腿通过这个合金关节的一个凸点给它解锁开，然后呢先把大腿来进行一个变形，大腿呢通过这个地方的一个反转关节把整个的这个地方转过来，需要转到外侧，再通过整个腿的这个外甲部分来进行一个二段的旋转。这个玩过 UT 的朋友应该都懂啊，这个设计呢真的是非常巧妙的，腿部摆正往这儿收纳啊。现在呢各处的卡扣给它解锁开，这个位置也是卡扣解锁开，那脚掌的部分是两个这种尼龙件啊。UT 原版呢我觉得问题不太大，但是这款呢这个尼龙件呢在转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啊就是滑出来，也就是这个洞啊和器械呢不太匹配，然后润滑效果也不太好，所以呢变一变它就滑出来了。后腿的这个部分做的卡扣，这一侧的腿的部分有一个比较大的卡扣。 OK， 那这些部分呢拆不拆吧，把它呢分为三个层次啊，一片两片三片。最底下这一片呢我们先通过避让脚部关节把有金色喷气口这个部分往上抬，
抬到哪儿呢？抬到刚才大腿分层的这个位置，它俩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结合。通过转轴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打一个直角，这个直角呢就是这个位置和金色这个喷口要做一个结合。在这儿呢需要调整的就是通过这个尺寸关节，我们需要把这一片呢给它往里收。在说的时候有点绕，但是你就想吧，这一条腿分三片，最底下这个放到底下，中间呢变成机翼，然后外侧呢脚底根这个部分放到顶上。然后我们先来变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卡扣位点呢在这儿，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小凸点，小凸点呢对准里面的凹洞压下去卡住，然后这个地方翻折开，这里面有个凹洞，这顶上有一个凸点，这个地方呢卡住。后腿的这个位置呢，这一片呢就放在这儿，主要呢就是机翼的这个部分，机翼这个部分这一片我们先折到外侧，然后这个角度呢稍微调整一下，把整个机翼翻开一片，然后内部的一个卡扣这个位置这洞又一片，把机翼呢翻到一个比较标准的位置。那这一侧呢，哎，稍微摆正一下。手臂呢通过这个角度一定要找准这个杆子的部分，然后把手这样折过来，这样一个造型。然后呢这样给大家看啊，转轴转到这儿，把这个造型键给它抬起来，手轴这样放下去，上面呢有个凸点，一片有个凹洞，找到相应的凸点对凹洞给它锁定住，这个地方卡进去，再通过这个外侧把这个关节呢拉开，给它手包住，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锁定，那这一侧呢就变形完成了。那我快速呢把这儿变形一下啊，原版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凸点，这里面它是有一个整片的凹洞，然后插起来比较好插。但是这个改版之后呢，就是它把这个凹洞呢变成了两片，这个凹洞这个片吧不太怎么好插进去啊。然后再者呢就是这个位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卡槽呢始终差了一点，我是尝试过把这个地方给它顶进去，但是这个地方稍微一挪啊，这个位置呢就滑出来。反正这是我把玩这款的时候遇到的这两个问题啊，就是简单跟各位说一下。最后呢把武器部分凸点和凹槽，哎，好紧啊，把它卡上去，这款的飞机形态呢就变形完成。先看一下飞机形态的大小，从头到尾的距离是42厘米，整个的飞机形态呢真的非常大。我们再把 UT 原版的飞机也拿出来啊，再看一下 UT 原版的这个飞机的大小，从头到尾是44厘米，两款飞机呢就这么一看呢真的是占据了我整个的一个拍摄的地方。这颜色呢也非常好区分， UT 这个原版呢是金属绿色啊，然后呢这个是枪铁色。那分色方面来说呢，整体的这个 BC 版本的这个金色呢就特别金，特别金的感觉。那 UT 原版的这个金色呢是偏暗金一点。那驾驶室的部分呢 BC 金色的涂装，那赛星纹的细节呢也不一样， UT 呢是这种长一点的凸出来的赛星纹，而这个 BC 版本呢是这种小赛星纹。刻画方面呢区别性也很大啊，然后可以看到 BC 的分色和 UT 的分色呢是采用了不一样的分色。那 BC 呢这外侧的成型色呢都是金属色，而 UT 呢在一些关节方面呢还是采用了塑胶色。然后机头部分的一个分件呢， UT 的前件这个部分是合金件，而 BC 这个版本呢全部是塑胶色。那整体的刻画呢半斤对八两吧，这个飞机形态的细节呢也就这样。然后机翼的部分呢， UT 原版呢有金色的一个分色，而 BC 的这个版本呢是采用了整体的枪铁色，没有什么区分啊。这个位置忘给它翻出来，它是可以翻出来。然后这一片呢， UT 原版这个地方卡的比较紧啊， BC 这个版本呢是选择反复调，那在这儿呢我也不太怎么想调了，但是可以卡住。然后整个的一个细节呢在载具形态呢并没有过多的一些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一些整体的成型色还有整个的一个大小方面呢， UT 原版会更大一些， BC 的这个版本呢会更小一些。然后呢起落架呢， UT 原版这个地方呢是合金件，
然后 BC 这个版本呢是尼龙剑啊，各的载具形态呢也就是这样。那对于这款玩具的人形吧，其实区别性很大，而且呢比例方面来说呢 BC 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更适合现在的 UT 骑士柱啊。 UT 这个版本呢整体的一个素质算是非常高，而且呢当说不说啊，于情于理 UT 这个设计确实是牛逼， BC 抄了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啊，这真的算是巨人肩膀上的产物，再加上加完细节缩小了比例，然后精图了一下，确实是好看不少。价格方面来说呢，不到 UT 一半的价格，整体来说呢性价比也确实是占了一些。有好孰坏呢也是看各位吧，这个该对比的地方我也对比了，该说的地方我也说了，我认为没有绝对好没有绝对坏，看你个人喜欢什么样子吧，或者是看你自己能接受的价格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吧。总之呢比较横向的对比，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那今天的视频呢咱们就做到这儿，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